就是我跟你讲过吼，会当讲迄高级牛肉的吼，比便宜的牛肉面啦。虽然讲哦，唔是啥物特别冠军的牛肉面啦，也唔过我食过了，真正吼一世成主顾啦。我保证，你绝对买爱吃。小姐，你现在一直看到这碗牛肉面安尼，不要笑啊。你应该不是哦，捌吃过牛肉面哦。啊，我吃过车面啦，啊，不过上霸主的。啥？你真正捌吃过牛肉面哦？吼！我跟你讲，吃这牛肉面哦，都爱配这生菜哦，还真不够准备啊。来来来，啊，这生菜哦，是恁头家娘哦，家己做的，够香的啦。你将这生菜哦，甲这面哦，好搅的，搅来。阿叔，我喊你搞面吗？嗯，很好吃的。哦，阿你都好了，那呢哦，我就无辣了。我，无安呢？小姐。哎，不要紧啦，我帮您一挂。小姐，你对我真正真好诶。嗯，你是讲刚刚好参详五爸对你好咁款。嘉贤诶，我好参详真正五爸对你好过咧。迄个时阵，我好关一个小木屋。我对你态度真正是有告白的，啊，不过你对我煞真有耐心，不管有啥物要求哦，你拢会想办法尽量挽救我。啊，即马想想迄个时阵，我真正是有够无理取闹的。会啊，我第一下感觉你加班到就够专业的。嗯。请问你妈在干咩？人搞约会啊？你想怎？我去嘛。你做啥工厂？王小姐，我讲。我想要跟你约会，我是真心的啦。虽然讲我捌做过变身啊，甚至连跟你熟识，我是为了要骗你。不过我最后却偷偷发现，我真正足欣赏你。我唔知影，我那个我对你表白，你是安怎想的啦？不过。咱应该一段时间无见面啊，后摆什么时阵会见面，我嘛不知啊。所以我无希望佮将我的心情佮藏起来。我想要甲你讲，一开始我骗你讲，甘明辉伊个行动伫我遮，我讲伊个行动敢若为了你去跳，这头前哦是假啦，不过后来。说变成是真的，什么真的假啊？我心中是假的啦，杨哥，一看到你心中的面目彩，那是真的，那个代数是设计好势的，杨哥，我的感受是真实的。对我来讲，就跟艺术品同款啦。是一种藏在博物馆，会当让人欣赏，一种足稀奇的选择同款。我敢来当，徛在足远的所在，点不当看你。
张家良哦，爸爸跟我讲过啦，讲我家里的惨的，是天跟地啦。我讲你嘛足清楚的啊，我确实是陪你袂起，我什么拢无啊，我无钱，无身份，无地位，什么拢无，甚至嘛无学问。要不过我有的，就是一点。单纯介意你的心，王先生，你千万唔通因为吼，我拄只安尼甲你讲，你就感觉我了。是你讲你想要记住我，迄嘛是不要紧的啊。因为感情这种代志，本来就是无法度勉强的啊。以前因为一寡代志。让我对爱情一个失去信心啊！不过看到你了后，阁予我有迄种想要谈恋爱的感觉啊！所以我才会提起勇气来向你表白，希望会当甲你单独约会，做伙看电影、啉咖啡，嘛希望你能看到我别人看袂到的优点。我是足认真了，我唔是找你做试验的呢。我嘛无希望我的人生留任何的遗憾。哎呀，我真正足够的呢，一大堆讲一大堆废话。啊，咱今日唔是来吃面的对吧？咱就是来吃面。好啦，我答应你啦。你讲你答应，明仔要跟我约会？对啊，我答应你啊。啊，若无你若是假死，我就减一个好朋友啊。我起来送茶，紧坐落来吃面啦。是，有啊。是你报的啊？嗯，你有介意吗？你真用心诶！我即摆若是二十外岁哦，我绝对会互你感动。是讲我即摆拢即个岁数啊，我干脆想要坐落来好好食一顿饭。在我心目中，你永远是这样少年啊！强子。也别想着进前哦，我要搁一个小小的 surprise 哦，要我来留下。天姐变啥物棒啊？那你坐出头。你看过了，你就知影。坐在街边放空一下午。那是一个独自很茫然的专注，忙碌上有人很忙碌，也有人追逐，你就像女神紧紧抓住我注目，盘古稀有情理而脱俗，我只能慌乱用手机将你。
桌布，拯救再看的望清楚，个人的失足，突然你若有若只停止了脚步。哦，你是最亮的，闪烁着每一刻，就好像一首绝美诗篇辗转拼拼折折。哦，你是最美的，盛夏里如此紧张，轻轻地说着唱着，你是最美的。哎，那我还在相片啊，什么时阵翕的我拢不知影。你嘛知影，吃点小酒上。一开始哦，还要叫做心理咨商师来接近你，所以伫咱身躯边哦，随时拢有宝贝啊，伫遐偷闲，更是咱一举一动啊，都好像就是迄等样楚门世界哦，伫搬来咁款啊。你叫做心理咨商师，佮叫做精神的，都啥你耳朵啦？要唔过其实就是相片哦，是我家己偷闲啦，因为哦，伫个镜头内底里哦，真像足水。你翕了翕了，都这样子啊？偷翕就偷翕，没人家八卦啦。也唔过我蛮好加在哦，有这样子偷翕相片的，我嘛才有法度真正出了属于咱家己的专辑嘛。哇，那连这种相片嘛有，我替这街头门真正足奇怪，足好笑。没啊，我就爱这个造型的呢。这是哦，百变女王哦，你这么一个造型内底哦，我上爱介意的，头有名。你的品味怪怪的。还有啊，你迄欧洲公主迄个造型啊，哦，迄造型哦，真正足水的。确实讲哦，你的头毛是金色的，更加白啦。我感觉你会敢讲真正是特别的。哎、欸，这张相片是咱头前咧见面时阵诶。对啊，我真正就介这张相片呢，气氛好，这角度嘛赞，袂输是你哦拍电影同款咧。这餐食物到底是怎样？暂时停止呼吸。哎、欸，那是鬼片。啊，都有影啊！啊，明明迄天气遮尼好，我竟然哦，个人哦，加一个阿好耍。哎，鬼哦！鹦鹉卡是人啦。两位啊，今仔进个餐厅哦，已经我包场啊，晚点离开哦。不信你嘛，真正是，那哦，其他有人过来啊，赶快拍开。你是专工来找你的，哪有可能搁予别人来搅扰的？玉梅，是你啊？妈，伊搁伊那里呢，哪里你妈爱甲叫啊？发发财，这久无见啊？哦。伊是你的查某囝，你这么大汉了。我嘛是你的查某囝，发财吧，你好。玉梅，到底是怎说？伊哪会讲伊是我的查某囝？阿发财，啊，我刚刚在导游无在看，哇，看你欢喜到公去啊！无可能啦，哪有可能啊？那也无可能，恁有讲过嘛有发生关系啊？啊是讲恁爸口径一致，讲我是为石头内底蹦出来。这位是你的女朋友？啊，嗨啊啦，你用心补贴约会，和地下来前女友跟女儿互迫害啊，歹势。啊，不是啦。阮只是食一顿饭尔，不是你所想安尼。哎，既然雄雄出现遐尔水的太太，还佮有查某囝，你就好食一顿团圆饭，我先来走。无啦，女生，我
我要甲我拄只话是做转来，其实你真有品味，还够敢讲。现在走。又想我了，安怎啊？倩玲无想要看到我。咱俩妈想去啊，俺还是无赶紧哦，回忆心情较好嘞。咱以后日子哦，太贵。你有新欢都袂记得我这个旧爱啊？还是讲你伫现任女朋友面头前都无想我这个前女友？因为我遮有一挂足精彩的相片诶。我哩做一个哦，专台湾最美的贱女人。你才高调，敢有介意吼？我那是传给伊看哦，一定足好耍诶。传出去啊啦！方圆圆甲咱偷翕相片啊，而且伊甲相片传到Kenji啊。好，我知影，我哩富贵，我去处理。Kenji已经要等伊办公室啊，你倒位？你哦，准备和人俩去浸池啦。Ken， 你不爱和我玩？没有我的爱丽丝。讲出心内的情分，又惊听伤魂。让你听见我的心声，只因我是个平凡的女人。希望给我保护你受伤的灵魂。